老婆，我走了。哎，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洗完了，忘了帮你别回去了。我都给忘了。晚上想吃什么呀？茴香馅饺子。嗯，好，下午我去买馅儿。等我回来一起包。嗯。走了。注意安全。项目还得多久能结束啊？现在已经到了收官的阶段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最快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把款项回笼。那好，从今天起就不要再接任何项目了。陈总，您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一个月之后我想把公司盘掉。北京来的吧？欢迎你来到厦门。
谢谢记者。哎，老弟，客舱又满员了。哎，你说公司的效益这么好，熊总咋就不提给我们发福利的事儿啊？也太不讲究了。这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以后坏呀，就坏在你这张嘴上。我是第一次跑这条航线，多关照啊！你怎么才上来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有艳遇。什么艳遇啊？哎，你知道女人最有魅力的是什么？什么？气质。乱七八糟的。哎，看你这不懂吧。Thank you.
啊，你到厦门了？啊，我来办公室。你住哪儿啊？我住在皇家假日酒店。啊，你吃过饭了吗？没吃呢。那一起吧，就在你们酒店二层的餐厅吧。好了，再见。哎，罗定，咱俩去喝两杯。今年不行，我有事儿。下次吧。哎，你怎么没在家啊？在外头买菜呢。晚上不是吃饺子吗？怎么还去买菜啊？买点下酒菜啊，包饺子的馅跟皮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你回来一起包了。亲爱的，谢谢了。我突然有个应酬，外地来了一个朋友，我要陪着他去吃个饭。那你今天要我作陪吗？不用了，我就是跟他吃个饭而已。那好吧，少喝点酒，早点回家。你这是职业病，这飞行员的职业病就是太过于责任感，太过于放不下。没责任感可不行，三万英尺的高空，谁敢把生命交给你啊？